从舅父义子到雄霸天下，把你的给朕抓回我来，他们不死我们就得死，凶险的权谋，司马德干他要杀了我，你到底反还是不反？要脑袋呀！惨烈的征战，一代英豪气贯山河的铿锵情怀，古装传奇大剧《新隋唐风云》，8月19日，雄霸天下。